喜读研究所真用真测真点评，今天我们来试下潘婷的这个奢幻莹润洗发水。这个系列呢，号称由潘婷的日本研发团队操刀设计。我在猫超上买它的时候呢，标题上写着氨基酸洗发水，那我拿到手一看，跟氨基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建议相关平台能尽快修正这个错误。洗发水的主表活呢是月桂醇聚米硫酸酯钠搭配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的一个常规组合，那精蜡醇、硬脂醇这两个呢常作为护发素主角的成分，我猜测在这个洗发水里面加量应该不少，因为这个洗发水在无硅油的前提下仍然保持了很好的一个顺滑度。那么把护发素的成分加到洗发水里啊，虽然会提高它的顺滑度，但也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洗后容易有残留，表象呢就是洗完头发以后容易头痒。洗的时候泡沫很丰富，我感觉单用洗发水就已经很柔顺，配合护发素用，吹干后柔顺感非常明显。那头发干枯想要柔顺效果的，我觉得这套产品是 OK 的，就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这个护发素的用量。那它的这个香味呢，我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它是说会闻着会上瘾的魔性魅香，我感觉是闻着会眩晕，因为实在太浓烈了。下次呢，咱们来测一下这个艾特娜。